姓陈，叫陈喜敏，那今年50岁，那目前在从事这些传统木刻版画的研究。水印木刻哈，在传统上是真正东方的东西，因为中国就是水墨画嘛，所以早期人利用的材料就是水墨。因为水印木刻是旧有的一种手法了，就是一种之前的一种职业、一种行业，就当初的材料就是这样子。那也跟现在说我为什么要再去复刻这些东西，就是因为发现坊间的都是印刷品，要不然就是鹿港这边就是写四个字嘛，门脸啦，就是四个，这只是文字而已，对图像这方面的东西已经没有，所以我会想说啊，刚好就有看到了旧有的图像，发现它很美，而且它有它的意义性。水印木刻、木杆雕刻是一种凸版的技术，不像铜版是凹版，它是凸版。我们在上头的东西是要保留的，那不要的东西我们就把它剔除掉。版画是从宋代以后再以宗教类的东西在弄嘛，那早期的东西没有化学成分，他们是怎么传承下来？因为辗转当中有看到很多的美术馆啊、收藏家，他们手上有很多都是明清还是说宋元时期的一些作品，所以我就以环保这个概念为前提去研究了一些水性、纯植物性的这种东西，一直在研究当中。红色是以苏木，那传统上有人用红丹，有人用一些比较矿物性的东西，那我是采取是植物的，是苏木，就像熬中药一样的方式熬煮出来。那黄的话，这次用的是淮米，它的颜色是很强烈的一个黄。那蓝的话就是植物蓝，大青的植物蓝，要用的是纯度比较高的一个色金。墨的话，这次所尝试的东西是完全是跟坊间不同，因为现在坊间能买得到的墨都是胶质太重，而且它的色浓度太差，所以我就去买墨条来敲碎，用石墨把它研磨成微墨汁，就是做一个脱胶的一个处理，来保护我所雕刻的这一些板子。水印木刻哈，它有一个特色，它会把这些色料就直接渗透到纸张里面，就跟我们的那个染布是一样的，它不像是油墨只是表皮，油墨一般我们在做印刷的时候只是表面上 有色料而已，那水印的话就是把整张纸张都渗透到纸张里面。木刻这个行业以现在台湾来讲算是没落了，而且被高科技 CNC 的方式已经取代了，一大半以上的市场都已经 被科技给占领了，而且早期从事这种行业的人都是宗教嘛，都是传统，那台湾现在几乎这种气氛氛围已经都不太注重这种东西，所以自己是取取自己是不是能够把它转变一种方式了，既能保存传统民俗，又可以让小朋友、新的年轻一代的人去接受这种东西，传承啊，就把这些文化再保留下来。